是，能抓一只是一只。可是我们还在飞船外面，怎么抓鸡呀？笨蛋，你以为我们是随便站在这里的吗？你给我往下看。有个盖子。对呀，我们把盖子打开，不就进去了吗？哦，嘿嘿，瘦高高，你好聪明啊！那肯定了，还不快给我打开下去！是，瘦高高。注意，注意！飞船前方有陨石，将在20分钟以后经过飞船上空。丁丁，飞船上没有陨石经过，会不会破坏我们的飞船呢？小狼，不用担心，陨石只是经过飞船上空而已，不会影响我们飞船的。啊，这样啊，那就太好了。胖乎乎，你快进去呀！我就纳了闷了，我们天天都跑来跑去的，你居然还是这么胖，连这么一个洞都进不去，气死我了！我这叫心宽体胖，你就长不胖，因为你小心眼儿。胖乎乎。我让你说，让你说，看我不把你踩下去！哎，算了。咦，他进去了，奇迹出现了！熊大鸡睡得好香啊，胖乎乎，快去给我找根绳子来，我们把熊大鸡吊上来。你这个笨蛋，你都说说你能干什么呀？故障，故障，飞船出现故障，飞船将紧急降落。小龙，我们先检查飞艇故障，必须尽快修好玉米号。真无聊，我还是先玩会儿去。蹦哒哒，蹦哒哒，呼嘿，怎么一点都不疼呢？难道这地是软的？咦，好有弹性哎！是谁在笑啊？谁在笑啊？大地真是太软了，太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。熊大鸡自己笑什么笑啊？不知道，真奇怪。瘦高高，我们现在就冲出去抓住他吗？不行，不知道熊大鸡在搞什么鬼，我看咱们还是谨慎点好。哦，嘿嘿，
稳妥起见，咱们用远距离攻击。熊大鸡，你的死期到了。蹦蹦蹦蹦蹦蹦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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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熊大鸡怎么还没回来呀？鸡丁，小龙，熊大鸡回来了。鸡丁，小龙，这个大地好有弹性的，特别好玩。熊大鸡，你做白日梦了吧？好了，快点回飞船，我们要离开这儿了。不相信就算了。哼。小鸡要逃跑，哼，他们是跑不了的，咱们去给他们的飞船松松螺丝。坐好了，飞船马上要起飞喽。关键只在于卸了飞船上的这个小螺丝。我们再试飞一次吧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鸡丁？可能飞船的故障还没有完全修理好，等我去看看。那我先出去透透气了。肚子好饿呀。偷袭。怎么回事啊？什么声音？吃烤鸡啦！在哪儿啊？就知道吃，赶紧给我抓鸡去！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好舒服啊！黄鼠狼！熊大鸡，你完蛋了！什么情况？熊大鸡，你怎么啦？对呀，我们都等你半天了。
快点走，快点走吧。啊！胖胖胖，快看呐，我们有救了！得救了，得救了！耶！快快架起望远镜，看着可别眨眼睛，热气就轰隆隆炸马力，这是最冒险的party。手忙地抓住一道霹雳，不管是在夏威夷或南极，我在哪哪里就有冒险 party。 深呼吸，躲开陷阱，一起踩着绿豆在火山滑冰，悄悄地靠近你，别想跑，我一定要抓到你。挺起胸，别再犹豫，是哪里？正待在鲸鱼肚子里。